又来了吗？ 红儿，怎么了？你看，啊，你的机关渊又卡住了，可我够不着。哇，真高！没事，我帮你拿吧。 周小子，你当心，不要紧，我行的。啊，小心点啊！没事，在下边等着吧。 这可是我自己做的，你也喜欢吗？嗯，好，那等你明年生辰的时候，我再做一个送你，更厉害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嗯，一言为定。哎，太傅来找我了，赵小子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我也。明年生辰的事，我不会忘的。 我也差不多该回家去了。太傅，我跟你说啊，刚刚呀，机关员又卡在树上了，幸好张小子帮我拿了下来。
阿福叔，公子，您回来了。阿福叔，还是叫我昭儿就行了。你可真是……哎，对了，夫人她在找您呢，您还是快些到书房去。这些书卷让阿福遣人给您拿回房吧。谢谢阿福叔。 香儿，你醒啦？今天乖吗？对了，香儿，这是你红姐姐送你的周岁贺礼哦。你喜欢这玩具吗？我也很喜欢。 阿母，昭儿，来这儿站好。怎么了？啊，外头！待会儿你就带着香儿赶快离开家，不要再回来了，走得越远越好。 可是，搜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夏儿就交给你了，阿母，快去吧。 莫再回头！放肆！此乃朝廷命官府邸，竟敢擅闯！<笑>
赵公子，赵公子，总算找到你了！赵安全，赶紧来！让开，我来破门。若能保护昭儿和小姐，我这老命交代在这儿也是值了。阿福叔，你穿过廊道往前走，再走，不要留下任何活口。走到那边去。 都尉大人，煎药，对，煎药，舍妹自幼有疾，每天早上都得吃这药汤。太师兄弟，你也不容易啊。今日要是表现好，请我们将军。 多给你加些赏钱，带令妹去找个好大夫吧。多谢大人，必定不会误了大人们的大事。好好煎你的药汤吧，破晓出发。 差不多了，香儿。
香儿，哈，啊，吓死我了！阿兄，小丫头，又淘气，来，坐着喝。 苦药，仙儿别胡说，我每天调的都是不一样的苦药呢。这药汤就和阿兄的笑话一样，总是换汤不换药。<笑>快趁热喝了吧。嘿，不然再给我讲个红二的故事吧。嗯，你讲故事，我喝药汤，公平交易。 好。有一天傍晚，红二在东市附近玩耍，发现了长安最高的那棵树。那是一棵开满白花的梨树，生长在西阴街的一角。哇，好高啊！ 红二决定要爬上去看看。爬着爬着，他看到了家家户户点起灯火，挂起灯笼，在橙红色的夕阳下，好像半个长安城都燃烧了起来。红二决定不再回头看长安了，他专心地朝树梢爬着，直到夜深。 他抬头看到月亮，觉得月亮好像一面铜镜，晶莹光亮的。红儿听说过，只要诚心地注视月亮，就能看见自己最思念的人。红儿看到谁了呢？他盯着月亮瞧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 红儿越爬越高，最后爬到了月亮上。月宫金碧辉煌，和长安的模样完全不同。然后呢？阿兄要出门了。阿兄一早就要出门。是啊，这次机会难得，接到大人们的委托。 带那些大人们进山，赏钱500。阿兄若是不接这委托，岂不是傻？阿兄，是不是为了香儿的药钱？想多了，小丫头，能挣钱干嘛不挣呢？喏，阿兄亲手做的香囊，可以驱虫提神，还可以静心辟邪，消灾解厄，百毒不侵。 这个修好了，你要找阿兄的时候，只要吹一声，阿兄就会马上从山上滚下来。知道了，知道就好。走了。嗯。香儿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试试竹上。太师兄弟。 放心，阿兄很快就回来。嗯，你快些回来。寇大人，你可算好了。算好了，赏钱500，不多不少。
我是说，你总算是好了。村人都说，你只要有赏钱，什么活都肯干，还真没错。随我去禀报将军吧。是。将军，一切就绪。发，得令。我说太史兄弟，这山上真有妖魔？山里一直都有一些山精野怪的，只是之前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多年来倒是相安无事。哦，那妖魔是从何时开始变多的？哎，几日前山里传来巨响，动物们纷纷逃窜，后来进山发现了奇怪的破坏痕迹，连岩壁都被击碎了。老猎户们都说这是大妖作祟，让我们暂时不要进山。有人见到那大妖吗？或许有吧。嗯，几个年轻人不信邪，结伴进山打猎。大人，这就是大妖作祟的痕迹。还有吗？有，前面很多。继续带路吧。到了。将军，看来便是这儿了。孙克，在。你来检查痕迹。是。啊，说好的赏钱。嗯，大人，我瞧你胆识不错，身手也可以，还算有点本事的样子。待在这山村可惜了，要不要跟我们出去见见世面？我可以做主，给你多加一倍赏钱，安顿好家人。大人太抬举我了，我哪有什么本事，就是懂得打猎罢了。只求尽力完成任务，拿了赏钱赶紧回家。我们李军可不是普通的军队，你若加入，往后便是平步青云路。高攀不起，高攀不起。这都不远，难道你有什么隐情？能有什么隐情呢？大人就别笑话我了。停战！孙克追击，寇延善后。是。太史兄弟，拿好了。平步青云路，还是走我的山林小路吧。回家。Thank you.
搜查附近还有没有残余的妖魔。其他人随我来。是。这妖魔速度好快，差点就遭殃了。之前进山的那些人，怕是凶多吉少。哎，先回村子吧。
怎么回事？子虚，别走。这是怎么了？大妖，黑雾大妖。糟了，香儿。放你走，死的人更多，牺牲一人换取其他人的安全，划算。香儿，天下地利，香儿，阿兄果然来了。绑起来。是。去看看。是。伤得真重啊。天下 K， 人呢？刚刚问出什么了？属下惭愧。此人是何来历？这，属下不知，只知他是乔哥村的一名猎户。乔哥村的一名猎户，竟有能耐从我李军箭雨中救人。传令下去，找出此人。遵命。香儿，没事的，阿兄一定会把你救回来，不计代价。